金会长，金会长，还有这个两位朋友，韩国朋友，然后这个同时希望他们在台湾这个几天呢，能够过得很愉快。公务员介绍到了金会长님的部分，손님도오셨는데台北에서좋은시간가졌으면좋겠다감사합니다아是是那我再干杯吧다시건배다시간을위해서우리주성님께서바쁘신데이렇게또저희들을위해서환대해주시고이렇게디너만찬까지준비해주신데진심으로감사를드립니다就相较日本跟美国的接近北韩跟中国的接近，那其实反而我看起来又像菲律宾跟美国的接近，可是看起来在亚洲，就是台湾跟南韩之间的关系是处境是最困难的，最相同的，是最相同、最类似也最困难的。所以我一直问我们很多，我在拜访过程中，我一直问我们这些智库说，那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到底我们两国之间可以如何互相帮忙？